上来就被双杀，这个位置好像有点侵略性。没事，给你打无所谓，我有迅捷步伐，给你好，我还有 TP。好，没事，给你打，你打，哎，没事没事，你打你打，吃个药。我补刀的时候上去 Q 他一下啊，这样的话呢魔法盾能帮我挡。这个瑞兹疯狂打我，小兵太多了，我还是忍一下吧。你不怕打野抓你吗？呼叫一波来必死，我学一个给一个 Q， 好，交给你。没拿下，那没办法，我没什么招，才二级，哟，完了，尴尬。我们前面被他欺负一下没关系。人到六级先，好走了，小心盲僧踢我，我们 TP 过来，出个药水，不出药水也行，出一个，还是出药水，我们要多耐耗，是要点他。哎呀，没办法追了，没招了。赶快打个女神之泪。差一点，钱不够，慢慢磨吧。还是差一点，差100块，这个针眼不买就好了。我们把它擦了吧，消失一下，他以为我回家了，他会疯狂推线的，哎，把他蓝骗出来。好，没问题了，他没蓝了，没蓝就没什么危险。我的队友要抓他，我六级了，他这波肯定死了，他这波死了。嗯，你打得开心不？你打得开心不？一个啊！缓速，算了。哎呦，我没吃到啊！兄弟，兄弟，你就这样？行，我闪现还交了。他就不帮我挡一下，他直接就我从左边他就溜了。行，看错你了，我追了。我说关键是人头还没 K 到，好气啊。嗯，
剑圣要来，我觉得他要死，被发现了吧？可以、啊。别扔了，好，差一点，没死，没有多余的伤害了，但是不亏啊，把他打回家，打回家也很舒服。这个瑞兹疯狂消耗我，好，留了，躲远一点，免得被他打中。感谢 XYT010 的大玩心。先出炽天使，我的补刀还行。他好像去拿蓝了，蓝 buff 也不给我吗？好吧，我只能自己猥琐发育了。或以我现在的装备，发育是没问题。我们还是不要轻易叫啊，现在没闪，这盲僧一来我就要死。想抓我抓不到，这个盲僧呢？现在不知道盲僧在哪，我们不能去打他。四比七，可以。应该有眼，偷了一条火龙。好，我闪现好了，我可以耗他一下了。盲僧也在下路啊，不了耶！这能死啊？这也能死吗？我有 T， 能不能撑得住？好，可以，那杀不了了。哎呀！重打强杀，
我有踢，你懂的，你懂的。可以，塔皮吃满。他们上路攻了，带不进来。这个塔皮没了。哦，吸上来了。我靠，我居然死了三次。这把发育不良，买个这个吧。四天才还不够，就把我们躺赢了，我们上下优势很大。有头可以吃喽。哦，那你胆子是有点大的呀，你敢原地开大，那不劈死你。哎，对，叫基业留他，我要复仇了，吃他个300块。你往哪里逃？一段，两段，吃个药，三段，一个人来，他兰博来了。我得回家了。走喽，准备团战。够了。但是我们不出，我们出美甲的切魂券。这把好混，马上要打龙了。存在送人头、挂机等消极行为。啊，对啊，少个打野，我靠！居然少个打野。难道是演员？我们优势这么大。什么情况？一层，两层，
三层差不多喽，不给你吸血，四层。我的，哎呦，放跑一个，我好气啊！八成书没拿到。只能说我的伤害太低，现在。还差一点钱。没事，我死不了，我再勾引他。哦。好不容易搞的六成书，我居然把它送掉了。我们这把少一个人，不能乱搞。有人来吗？我们少人了，反正高地都没了。我先把这个书给叠起来，这波应该有书，要求不高，混个八成，搞起来，我可以留住他，很好，留住一个人头，再给他缓速，好像不太行，缓速有说法。没打起来，嗯，缓速，距离太远，四成了，我们不能放了，没蓝了呀，勾引一下，勾引一下，好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一段，叫接。这波再混个两层就行了，好不好？快跑快跑！这边被拦住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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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跑！把我打断了，现在说有点晚了。嗯，抓到一个蓝 buff 的起飞，我起飞了八层，现在是少人的状态，所以我们不能浪，这个书不能掉。
在这里，这个好，留住他了，缓速，看你的，兄弟，我肯定是死不了的呀，杀他！情况不对，赶快溜溜球，有点小痛。哦哦，跑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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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石城叔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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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 EZ 还要追我，瓜皮瓜皮，哦，我溜了，他们家没了，还是很赚的好吧。好像不太需要我，我们三个人拖住了，各位观众，来一个1000元的红包抽奖，马上开启。没，这里有四成出，有点小痛，有点小痛。我先吸点血。不能这么搞耶、yeah. 来个1000块红包的抽奖啊，可以扫一下二维码，每天四组，每天四组啊！大家赶快扫一下二维码。我跑得多快！我现在还打不过他。他不虚我，等我再出一件装备，金身做出来。马上就无敌，正义将会得到伸张。手机看直播的左下角有一个一键悬浮图标啊，可以点击下载。这把我们虽然是四个人，但是我们要厉害一点。这个剑圣算逃跑，他不会是演员吧？在我们最后了赢的时候，他来一个连上来了，那就太恶心了。我准备阴一波这个伊泽瑞尔。你没想到吧，哈哈，哎，500，没事，祝福四神书加500，他来了，他果然来了，五福。缓速了，来来，撤，别管了。哎，别管嘛，哎呀，大招好疼。可以，我们又拖一路高地。我垫后，不给他吸血，跑。我垫后，你们快撤，别恋战，小心。没事，他过来，他没了。我觉得还是撤会比较好一点。我二十二成说，你这个就过分了啊，兄弟，你
地，这个就过分了，拿我这个卡萨丁不当回事情。我也好歹也20多层书了，这种装备了，你一个盲僧追着我打，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？还就直接插2个大棒，有点膨胀。这易大师来了，可以上来吃分了，我16级了。他知道我们必赢了，来了。你说他想演演不起来，是是原地啊，打死你，踢我无所谓，溜溜球，还就再勾引一次，3层4层，哎，舒服，勾引成功。我来了，我是4层的，我很猛。敌有点死。这波不接20层，好像距离不太够啊！这个金身还是要赶快出一个，没金身太弱了，不敢啊！再吃一波，帽子已经够了。一波好像有点难度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我不浪，我回家，好吧，好，我把装备出。过分，看情况，不行，我没金身，我打不了。4层打你一个还是没问题的呀，打你一个还是没问题的呀，走位没走起来，尴尬，4层坐死你一屁股，爆炸果实接啊接，Musa 没事，我4层，你跟他打去，你给他叫个鸡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溜了溜了。大龙大龙大龙，金身还是要出啊，金身不出太扯了，太规则。再吃个蓝 buff， 40 CD。 我们中什么时候起来的兄弟？我一直都起来，一直站起来的，好吧。我一直都是站起来的呀，装备不谈啊，来了，他没了，就问你这个输出怎么样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看我这个输出不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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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谈。跨座 kill， 还有谁 ？Legendary， 哎丢！全部带走，全部带走。搞定。